在移动的火车上怎么做科学实验呢？这是今年科普环岛列车推出的活动，由台南一中科学研究社的学生在四节车厢当中规划设计了不同的活动，希望透过这些有趣的科学实验，让科普教育走入人群，以更轻松的方式引领大家认识科学。科普环岛列车抵达台铁新左营站，台南一中科学研究社的学生在四节车厢中规划设计不同的活动，提供不一样的科学实验。他们平常就会为国中、国小或高中办理科学营，这次科普环岛列车，他们带给大家的实验分成物理、化学、生物三种。列车上面的活动有物理、化学跟生物，但是不一定每一节车厢的每一次课程都会上到这三样，有可我们是依照时间去分配需要的课程。那我们的课程在生物方面的话，我们有红腿龟，然后它是我们的社团的宠物，然后我们平常都会定时去喂它吃东西，然后今天我们就是把它带上车，然后让它跟大家见见面这样子，然后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红腿龟的习性。中山大学附中的同学也在新左营站二楼广场进行创意的科学实验，像这个蛇摆是用不同长度的棉线绑住相同重量的瓶子，同时推动它们刚开始呈现静波的状态，波长随着时间改变，瓶子摆动的状态也出现变化。就之前就没有体验过啊，就觉得很新鲜，然后就感觉学到很多啊，就之前对太空就一知半解的那种感觉，那现在了解比较多，弄一些跟太空有关的。就是有火箭起飞的路径，然后要怎么在用卫星在太空帮地球预测温度。2017台湾科普环岛列车活动从5月2号开始展开四天的环岛行程，抵达台铁新左营站的时候，高雄市教育局长范训律和中山大学副校长以及教授共同带领240位师生参与各种有趣的科学实验，也吸引不少乘客加入互动，让科普走入人群，场面热闹有趣。所以去年是第一次办，那今年是第二次办，那我们看到我们邀了非常多偏远地区的学校，包括来自澎湖的小朋友，有来自内门的小朋友，那也有我们的油厂国小、官亭国小的小朋友，还有乐龄中心的阿公阿嬷，还有幼儿园哦。其实大家都会在左营站，由这个中山大学附中做关主，准备了科学各种关卡，让大家去游玩，已经玩得非常高兴了。全民科学周是让科普走入人群的活动，中小学生科普教育又是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的奠基工程，期待在科学养分的浇灌下，孩子们将来能在科学的殿堂发光发热。港都新闻吴秉源、徐淑凯采访报道。